高雄这位孕妇出门买早餐，居然被这位驾驶挡车呛瞎。目前最新连线黄佩如。高雄这名女驾驶呢，开车要上班的路上下车买个早餐，没有想到呢就被一台银色轿车给挡了下来。女驾驶先是按了喇叭提醒，没有想到呢对方呢竟然下车对着她挑衅大骂。我们来看看现场画面。你怎么这样子讲话？好，这名女驾驶当时真的是吓坏了，因为呢她怀有5个月的身孕，根本是不敢跟对方起冲突哦。这名驾驶呢还嚣张的呛瞎说，有胆你就叫警察来啊，最后呢赶紧来报警。而整个冲突过程呢全都被车上的行车记录器给拍下，警方也根据画面呢要找到这名驾驶，幸好没有发生进一步的冲突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想想情况，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好，居然有人这么嚣张，这是男子嚣张开车挡道呛骂，不过孕妇报警求救。谢佩如连线。